如果你是就是长痘痘的，然后你预算又非常有限的情况下，比较推荐这个，就是我之前推荐过大家的，这个是资生堂 Benefiction 的祛痘水，这个水是祛痘，它用来敷脸，还有用来那个每天擦拭啊，那个有痘痘的朋友非常不错。如果你的预算就是比较低一点的，你就用这个。但是如果你是敏感肌肤，或者说角质层非常薄的那种，那这个就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的，那个，需要考虑一下。如果你只是油皮，然后又是痘痘比较多的，又想短期之内赶快把痘痘给压下去，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。当然啊，这个原装正装，我这边再放个图片啊，就是不一样一点。这个是中样，这个中样，我只是刚刚突然想起来拿来一起拍一下。